家人，一心是安归，也是人做成，人自本。不单自地为虎酿酒，是长生梦，也是神食品。纵向可行，拒绝迷信。来看果仁是如何揭开迷信真面目。泉州讲古先贤笔记公司系列，加入播出。封建帝王梦想长生不死，影响官僚富贵，结果引来多少轰动事。玉帝上情，先贤笔记公司之十人长生梦马上开讲。中上科学普及迷信，先贤笔记故事系列第十六集，要讲的这集叫做长生梦。咱顶十五集哦，讲的多计是一般人无惊鬼唔信神的故事。那么至于内面有一集提到这个宋徽宗皇帝，这个宋徽宗是北宋的蒙古太上皇啊。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做皇帝，到甲宋徽宗甲胤家宋钦宗托金国掠去坐镇关天，支持北宋灭亡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宋徽宗赵佶未晓咧治国，未晓咧用人，以自身鬼神。离开啥呢？却无保庇。在咱中国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历朝历代都有讲迷信、讲先神先鬼的皇帝。跩皇帝都希望长生不老，永远未死的定定好统治天下。从中国头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，伊咧坐天的时阵才三十几岁呢。一方面大兴土木，建造伊的陵墓，一座陵墓等于一座山。啊，西安的迄个秦始皇陵哦，现时哦，也阁保留得完完整整。另一方面，派人四处去找长生不老药，其中据说有一个在史福，带五百名东男东女东渡扶桑，就是坐船去日本啊。要去找长生不老药，结果跩人通通无法能挖到来，真系留在迄搭，生家断孙，日本那人所以才计较细汉，咱该叫做哦为奴，啊该叫做恶患。你这个哦是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啊记载，有历史史实的，鲁迅编的《古今小说焦点》。啊，记录了一段史实，说汉武帝啊，做去几十年的皇帝啊，一直要干，一直想要长生不老，一直想要灵丹妙药，所以他就派道士挖神仙，去深山、去大海、西五路去测，上古神话、上古盆月，就是这个上古偷吃了王庙娘娘长生不老药，才升天飞去月娘呢。定定自自怪强就未死，啊定定未老，啊定定抓后生阁抓水。汉武帝哦，听人的话，才建造了一座西王庙的夜站，要干，要托王庙哦来住了。结果等等等到，等去啊偌久，有一摆啊，伊哦亲自出海，要去找神仙，点海里。拄着大风大浪，无法能前进啊！只好和神仙缘挖倒来，到这个时阵，伊才醒悟过来，觉得家己我苦啊，我抓侪年啊，浪费去抓侪时间，劳民伤财，到老来哦，我也阁是哦，一无所有啊！发什么多事咯？发什么也一点咯？哪里骗我？想来想去，我实在是不应该。拄好一个大神，号做殿前丘，上表请求汉武帝，将怀也佫伫京城伫皇宫内面搞骗术的怀道士哦，通通讲去苦中浪杀。
韩武帝马上哦，批准交办，也个提拔假设金位这个典千秋哦，起来做宰相。要另外一项，唐朝的时阵，咱的唐朝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，出现一个唐太宗李世民的监管之地，甲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之地。唐太宗甲唐玄宗都皆是敢于破除迷信的皇帝。唐朝人吴敬写迄个《贞观政要》内面哦，就记载说：贞观历年，京都长安一带发生了洪灾啊！因为古早人的迷信思想真重哦，无科学观念，皆认识种洪虫是天顶派来的这座灾害，唔敢去拍死。唐太宗唔相信啊，伊等亲自哦去农田了，去田了，去视察，将洪虫讲了解说，百姓惊我国，是要来托人夺命的，恁遮洪虫才来吃，是咧害百姓。我今仔日将你吃杀。你若是有灵性，你就来加我的心肝。你唔通来害百姓啊！我把块水中的心病大神叫做白虾，唔通食。唐太宗说：“我治理天下，推劳百姓负责，若有灾难，由我一人承担。死了前，将红虫共食落去。”大概因为这个唐太宗身体真勇啊。青脚红虫哦，阁无大无止，也有皇帝带条哟，所以京城一带哦，大概就交代哦，灭啊灭红虫啊，所以哦，真紧就将这条洪灾哦，将伊扑灭落去了。梁师兄不幸从生心鬼神的迷信王公之事不在酒上，这王公之君迷乱了。禾苗的鬼神之酸，却终究不得善终。一段佛力与音乐辉映的心灵之旅，观音法语洒尽泉州。2013年10月27日，泉州万人佛教音乐会，佛音蔓延，因缘殊胜。淡云十全酒，无论寒暑，四时咸宜。泉州港口鲜盐笔记公司系列，加乐补春。阿信的唐朝有一个叫田谶的，写一篇《开天断仙记》，内面也记载，开元四年，山东发生了大洪灾。那么唐玄宗李隆基哦，这阵是李隆基在做天了。李隆基也认为说，这个是天灾，所以唔敢下旨哦去灭洪虫。后来听大神啊，你敢讲唐太宗李世民做王室哦？又果引用了《诗经》写个火烧洪虫的办法来做这个论据，请求撇破洪虫。唐玄宗李隆基才改变了态度，派出钦差大神去主持灭洪虫的工作，星期节落去了，吊鸭施洪，真侪人哦。起来反对啊，这安尼得罪着神明啊！但是唐玄宗真坚决，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啥人若敢搁反对我这个做法咯，便处死。因此呢，各队扑灭洪虫，安尼个统计起哦，达到100多万担，安尼这撇灭洪虫就保证了哦，农作物无搁再受损。阿无国发生这个灾荒，必须安居乐业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但是唐太宗甲唐玄宗的假孙，如果接落去做皇帝了，喂，有几人个哦？却是也未信。像搁说来，五代那个老五古董之内面呐，就记载着唐玄宗。唐玄宗这个人哦，就真相信这种鬼神神佛。伊听说
法门寺有一只石雕庙呢的这个枕头啊，不骨，伊就伫元和十四年决定要将不骨将伊请来个宫中，大文和韩儒在调任刑部侍郎，就说伊当时伫调中哦，伫咧做司法部的副部长，上表提出反对意见，这个就是历史顶甲文学史、哲学史顶面也有出名的这篇雄文《干硬不骨标》。这所谓的不，不过是外国的一种宗教礼仪，从黄帝到周武王，几六代明主都去也重修啊。百姓人哦，会生活真幸福。当时也阁无佛教呢，佛教是伫时啊，东汉的时阵，佛教才传入个咱中国。啊，真侪信佛这个皇帝哦，结果呢，也侪去得受命药，有的甚至哦，煞成为亡国之君啊。百姓相信是愚昧，但是万岁你那是相信。也不过眼前不过立功实在是太轰动了，我建议将不过消失，放水台捞去。韩儒坚持真理，敢甲皇帝董宪宗侵犯掉，做安？将你被贬出京城，当然最后是无好下场了。当时皇帝若是听伊的嘴哦，将不过消失，就无现实西安发文是真惊世界不过的迄个保监了。但是董宪宗执迷不悟，先不过先行，竟然吃香的皇师推荐的所谓灵丹妙药，结果吃吃哦，糟糕的魔术变态，无缘无故发脾气，动不动害人，强女太监惊说会推害死了，这样先下手为强啊，联合起来，将董宪宗点将军活该吹死哦。对我说是药物中毒死的，董宪宗想要长生不老，比人家都夭寿死了。伊死的时阵才几岁呢？才43岁呢。董宪宗的孙董义宗无吸收因因公的教训，对咸通14年派出几十名的高僧哦去法门寺去硬拔骨。点着京城大做普陀啊，普陀就是他啦，不他啦，做不救，做不还，用电珠灭罗旋球来装饰，比元和十四年因年共董宪宗办啊，更加闹热，更加隆重。结果就对硬拔骨的一年，董义宗死翘翘，做一个皇帝咯，死的时阵几啊？41岁，历史顶面想要长生不老的皇帝，说吃多少岁的皇帝哦？除了说秦始皇、董宪宗、董义宗，也够真多的。咱无法哦，随这个介绍，这《先贤笔记》故事系列哦，两共16集，咱刚刚这条哦就全部结束了。再见。总商科行普渡微信，古人已有此子纲，今人更应自编。16集的先贤笔记故事，几次完结。第一集开始，咱们讲的是传奇故事《李秋言之音》，中国古代美男子。为何潘安会成为中国古代美男子的代表？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。乡音乡